多事之秋，习近平难坐稳，蔡奇敏感时刻现身。中南海密谋此事，火箭军事件后患无穷。为保中共颜面，德州惨遭灭顶，门头沟遗体遍地。威胁中共武功台湾，美中对抗走上不归路。中国潜艇被大水冲走，网友嘲讽以为登陆台湾了。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国际新闻眼，我是美玲。日前蔡奇在北大河露面，外界怀疑中共的北大河休假已经开始。在外交系统和军队频现异常变动之际，中共内斗的发展形势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新华社8月3号消息话，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当日在北大河探望暑期休假专家。历年来，当主管组织人士的中共高层现身北大河慰问，就会被视为北大河会议的开始。据悉，北大河会议过去有老人干政的传统，不过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外界认为情况已经变了。视频人士道正分析，现在中共元老或者已经离世，或者因为老病而行动不便，特别是胡锦涛在中共20大闭幕式上面被强行架出场之后，没人会想象到哪个还能够干习近平的政，但新的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外界仲观察到，蔡奇在讲话当中不忘要求中共的专家维护习近平。他现身北大河的前一日，中共中办、国办仲印发文件，关于建立领导干部认知认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要求高层官员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此外，由蔡奇主导的学习习思想运动，4月起就在全国进行。台湾学者李由谭表示，中共标榜自己所谓的核心价值观，最缺少的就是宪政和人权。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专断，维护人民的权利。中共所谓的法治，只是要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来的。讲到底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或者说习近平统治的安全。李友谭认为，当局现在要由高级干部捉起，学习党魁的法治思想，就等于将极权专制的事实更加暴露给全世界。中共所要落实的就是同自由民主政治阵营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些是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无法共融的最大原因。近来各种传闻满天飞，中南海各方估计正在博弈，而且方寸大乱。外界都不停地追问中共未来的走向到底是怎样，习近平能不能够坐得稳。中共火箭军高层日前遭到集体整肃，外界认为火箭军一定是出了大事了，因为即便是在全世界的军事史上面，都很少出现过一支军队的指挥部被集体撤换的情况，亦都有爆料说习近平这番举动另有原因。与此同时，美国都掀开了中共的遮羞布。媒体人士版明夫在脸书发文指出，军队不同于台湾公司，指挥部发出的命令开了有士兵的生死，所以上下的信任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习近平一口气铲除了整个指挥部，一定会对军队士气有严重的打击。按照中共的一贯做法，火箭军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肃清前指挥部的流毒，整顿还有安插新指挥部的亲信，至少2-3年，这支军队很难有战斗力了。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在8月2号的直播当中指出，习近平撤换火箭军高层还有其他原因。新一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他的专长是制定军队各军兵种的作战计划、组织计划。他曾经在海军做过参谋，在总参做参谋，对于司令部的工作、对作战计划的制定，在共军里面是专家，没人可以取代。不过姚成认为，现在虽然火箭军突然出事，但中共咁多将军，习近平没什么理由一定要调王厚斌，除非习近平特别想打台湾，所以等王厚斌去做火箭军司令，就是要尽快恢复火箭军的战斗力，在大规模泄密之后，要重新部署火箭军的作战计划和安排。然而美国释出一条消息就狠狠打脸北京，美国政府同市府公布美国国防战略公开版本以及新的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内容显示一旦爆发大冲突，所有中共火箭军目标、九大基地、40个旅和全国数百处设施将可能成为美军战术核武器的摧毁对象。外界认为这个是等习近平非常难堪和丢架，
咁样一嚟，全世界都知道共军系纸老虎啦。咁多年嚟，火箭军都号称系最顶级嘅保密单位，普通人根本就唔够胆妄议。而家就俾美国得到内部机密，报告仲披露，中共火箭军特登喺好多民宅下方或者附近部署咗致命武器，类似所有独裁政权所做嘅人肉盾牌诡计。呢个系中共真正嘅防御系统，中共嘅防御武器只系停留喺嘴上面嘅事实被证实。咁样都令民众更加睇清楚中共嘅面目。分析指出，最保密嘅火箭军向美国泄密，随后军队高层被人一锅带走，呢个为火箭军官兵带嚟咗强烈嘅冲击，相信不满同愤怒已经迅速蔓延到军内外各界。8月4日，北京、天津、河北等遭遇特大暴雨及洪水肆虐，进入第7日，民众死伤严重。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一番政治正确嘅说话，引发众怒，仲有专家揭秘，日前北京嘅泄洪有重要嘅政治因素。据悉，8月1日至2日，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喺保定市同雄安新区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嘅时候强调，河北要有序启用促济洪区，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网友痛批，德州人民仲在水深火热当中等待救援，他现在就向北京主子表忠心了，不要成日都在想怎样擦鞋，讲些火上加油的说话还沾沾自喜。在中国的自然灾害最终造成了大量伤亡，人祸才是最主要原因。有百姓同自由亚洲电台讲，看到网上面话泄洪是为了又要保洪安又要保北京，导致水库泄洪。今次天灾主要是人祸造成，相信今次灾害肯定是死了很多人。北京郊区房山岩村镇村民李女士表示，相比于河北德州，她居住的村落灾情不算严重，但水势还未退，没办法出门口。距离她几公里的商店食物都被抢购一空，村入面的人都撤走了。有网友披露，门头沟死了很多人，周地都是，还有4岁的细路仔，目前有200多具的尸体。因为门头沟的信号被切断，当局以防备直播。仲有灾民在微信上面话，见到3个细路仔尸体挂在树上面。中共为了保北京淹了德州。对此，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指出，德州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担任在雄安新区上游的分洪工作。地势很低的雄安新区，它的保护级别现在几乎是跟北京一样的，是习近平力推的所谓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要战略的一环。讽刺的是，在雄安的北部，当局花费了6年时间，用了300亿人民币起的一套防洪系统，在拒马河的南岸起了一个好高好厚的防洪堤。但是如果上游的水来得太大了，这个防洪系统都没用，所以它必须要在洪水到来之前，在上游地区就将这个洪水先消化了一部分，这样就令到德州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为了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罕见地频繁在印太地区和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中共都在实施军演，外界认为美中对抗正在走上不归路。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副教授纳吉分析，近来美国的动作频繁，展开军演的目的在于威胁中共，藉由去展现美国和他盟友的军事实力，对中共施压造成考验。他预测美国将会继续扩大亚太军演的规模，并邀请更加多的合作伙伴，以展现美国的集体威慑力以及外交安全网络。亦都有消息指出，美国现在很难改变中共的挑衅行为和战争野心。据日经亚洲日前报道，中共正在为近期封锁台湾进行最后的准备。自从去年8月以来，共军在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和菲律宾海活动频繁，并且同俄罗斯加强了联合行动。报告提及，中共军机绕台飞行频率的剧增表明，北京可能处于在必要时随时入侵台湾的动员阶段。分析指出，威胁意味着防御，亦都即是说，如果中共决定强行统一台湾，它将会面临着极大的抵抗。美国和它盟友的演习将会同台湾对抗中共的军事准备活动一样重要。据悉，美国在亚太地区打击了中共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在过去10年当中，包括菲律宾、印尼、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的国家，澳英美三方和美日澳印四方对话都在帮助美国捍卫它在亚洲的利益，反对中共。
大多数国家对中共行情看涨越来越持有怀疑态度，好多国家公开选择同美国而不是同中国合作。再来讲啲得意嘅嘢，推特账号 Inter 热点新闻3号上传一段影片，显示一艘中国制潜水艇搁浅喺一片烂泥滩上面，仲发出咗疑似发动机出现故障而转动嘅时候不断卡壳嘅声音。潜水艇附近插住一杆中共嘅五星旗，网友对此质疑中共海军潜水艇嘅品质以及解放军嘅能力。有人反讽话：厉害了我的国，睇嚟呢个潜艇质量唔好。笑死打台湾嘅威胁又少一个，我比较期待航母被冲到去奇妙嘅地方。亦都有网友指出，影片嘅拍摄地点疑似系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椒光区嘅潜艇观光基地，猜测呢一个应该系封存嘅旧潜艇，估计系台风卷起咗嘅泥水扑到上岸，造成咗目前呢种潜艇搁浅深陷泥潭嘅既视感。推特账号大包王朝 C Dynasty 表示，这个是中国海军033型罗密欧级柴电潜艇，可能是党卫军海军所使用的训练潜艇。目前解放军有着84艘罗密欧级柴电潜艇，有13艘仍然用于训练，其余的就被报废。据悉，中国海军的033型罗密欧级柴电潜艇亦被称为633型潜舰，最早是由苏联于1950年代设计，后来先授权给中国。好啦，以上是今日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我哋听日再见。